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化妆却成了大多数年轻人必备的技能之一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现代人对于外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化妆确实给那些外貌不是特别优秀的人提供很多的机会。然而，现在无论是90后、80后，甚至00后的化妆水平已经出神入化了。给你们分享一个外国妹子的化妆技术。这个小萝莉长得美丽可人吧，有没有萌到你呢？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是不是十分像一个芭比娃娃呢？这个小女孩才19岁，确实很可爱，但是这种可爱却是装出来的。她自己也喜欢萝莉装，每天各种萝莉装，惹很多人的喜爱。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爱好，让很多网友对她十分的喜爱，也因此找到了男朋友。这是这个姑娘平时的妆容，感觉确实是清新可爱。